今天好，我们还是要教各位做蒸鱼，但这个蒸鱼不一样。如果年纪够大的话，像我这样子的话，小时候常常吃那种台湾我们讲那种板豆啊、流水席啊，哈，那种人家板豆那样的那个蒸鱼，味道很棒。它就是放一些豆丝、一些肉丝、肥肉丝，或是用猪网油把它包起来蒸的那种鱼，非常棒。我今天教各位怎么做。我们要准备的材料呢，当然就是鱼了哈。鱼，鲳鱼也可以，这个鲈鱼也不错啊，刺少一点的鱼就大概都不错。我们要准备豆豉、香油，然后姜末、葱花、蒜末，还有米酒，然后一些肉丝。以前都是用肥肉丝，因为肥肉利用那个肥猪肉的那个油哈、油脂来滋润那个鱼肉，就感觉会比较香、比较好吃。但是现在很多人不敢吃，所以我们用五花肉就可以了哈。然后酱油、蚝油。啊、哦，大概就是这些东西，然后少许的糖啊、哦，糖奶粉一般诶、我们不会用，就是如果你需要它比较浓稠一点的话，你才会用啊、哦。那我们今天不用。好，那我们的做法呢？因为这个鱼哈、哦，平常各位做清蒸鱼的时候都是直接鱼下去就摆在盘上面蒸，但是因为这个鱼蒸完之后鱼汤就不要了嘛，但这个鱼我们鱼汤都要留着。好，鱼汤我们都是要留着的，整个鱼蒸好就是拿起来就吃了，所以这个鱼要很干净，鱼要很干净，所以我们鱼要先穿烫过。一样，我们蒸鱼的时候，因为鱼比较厚，所以我们要在背部的地方，把它切一刀，在背部的地方切一刀，伸到那个脊椎骨的部分，脊椎的部分到龙骨的地方，这样这个地方最难熟的地方，它才会熟，哈、哦。切到这个骨头这边，这样它才会熟。那么鱼要先穿烫过，它待会那个汤汁才不会又腥又臭，比较卫生一些啊。好，水开了之后呢，我们把鱼稍微穿烫一下，不用烫很久哦，哈，烫一下就可以了哦。下去，因为鱼皮你要烫太久的话，鱼皮会破掉，所以只要把表面这些黏黏的东西把它烫掉就好了。下去。好，尽量不要去碰到鱼皮，它很容易就破掉。好，这样烫过，开水下去，然后一下就起来了哈。好，这样就起来了。起来的时候注意哈，我刚刚那个切的那个开口哈，是放在下面的，看不到的，表面是看不到的。这样子，表面看起来是完整的一条鱼，并没有看到那个切痕，切痕在后面，所以你就不要弄到、哦、有切痕的地方，切痕的地方不要放在上面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酱油大概一大匙、哦、一大匙的酱油，加大概一茶匙的细糖，白糖，然后蚝油大概也是一大匙的量，好、哦，蚝油也是一大匙的量，然后因为鱼肉会有腥嘛，我们加点酒来去腥，这边酒我稍微加稍微多一些些哈，把它调匀，调匀之后豆豉，好，豆豉也下来，然后姜末也下来，然后蒜末也下来，如果你要吃辣的话你可以加点辣椒末哈。好，最后我们把这个肉丝下来，这样把它拌一拌，有的还会放一些榨菜丝啊，随便你啊，放榨菜丝也可以。好，这样拌好之后直接淋到鱼的身上，直接淋上来。可能各位会看到说啊，你这个鱼这样子汤汁这么少会够吗？但是你要想哦，这个鱼蒸的过程中它的鱼汤会流出来，所以还是会有一些汤汁的哈、哦。你汤汁别弄都是水，弄一堆汤汁，弄一堆汤汁的话，你待会蒸出来鱼汤汁都会溢出来了，因为鱼它还会出一些水的，所以你的汤汁只要像我这样子，哦，不需要到下面整个汤汁有就好了，哦，有就好了。你可以用肥猪肉，好、哦，可以用肥猪肉，这样的话就是比较又比较像以前的做法了哈，可能但是有的人肥猪肉他可能不大敢吃，所以我们就不用肥猪肉，我们用五花肉。好，在我们讲的过程中，这个蒸笼已经弄好了，蒸盘已经弄好了，然后拿起来放到这个
蒸笼里面去啊。如果你怕，像我这个还好，因为我知道下面一定会熟，有的会下面会垫一根筷子或垫一些葱或姜，增加它那个对流。其实我因为我中间有破开了，这样子没有问题，会熟，所以这样蒸。大概蒸的时间多久呢？大概像这个鱼，我们用这种锅子蒸的话，密合度没有那么好，大概要15分钟，15分钟才会熟。好，那15分钟之后，我们再来看，看它熟了没有。好，我们蒸了15分钟哈，我们看好了没有？筷子从这个最厚的部分往下这样插，哎，一下就插到骨头了，一下就很轻易的插过去了，好，这样就熟了。就你到插到骨头的地方，觉得哎，肉你这样稍微拨动一下，觉得哎，肉还是黏住的话，就是没熟，这样已经熟了。OK， 这样就可以了，熟了我们就把它拿起来。那有个人呢，他会撒上葱花，我们先把它撒上葱花。有的会把它撒上葱花，再淋一个热油。但是我想，现在很多人因为健康的关系，他不大喜欢这样子撒了葱花，然后热油。而且这个鱼哈，其实这样就很好吃了。我们只要就已经很滑嫩了，我们只要呢加一点香油上去，增加它的香气，这样就好了。哦，一般我们会淋个热油，让它更香，然后让它肉比较滑嫩一点。但这个因为表面上有一些猪肉在上面哈。那个猪肉的油会让你的那个鱼肉更滑嫩，你淋上一点那个香油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你要淋上热油当然也可以了哈，但是没有必要吃那么油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就是一道哈很传统的台式的一个蒸鱼，好，下次有鱼的话，你试试看用这种做法，非常好吃。